如果能许一个愿，我愿重回故园，踏进那小小庭院，重见我儿时摇摆。唱邓丽君的歌曲《一鸣惊人》，请到我们的邓丽英过来接受访问。我们再见你好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多谢大家。好，萨瓦迪卡，大家好，我叫兰嘎拉姆，今年16岁，来自泰国。哇！为什么不转？他不但年纪小，连讲话都像邓丽君小姐。谢谢。你有华人血统吗？我的爷爷的爸爸是中国人。那你的中文？我学了一年中文。一年？啊！有没有人教你？没有。你就自己这样听着学啊？邓丽君听，两三遍我就会了。哇！音乐小神童。不管是粤语、闽南语、中文、日语、英语。您说。邓丽君的歌你听两三遍就会，还是所有的你想学的歌都是邓丽君的？哦，你对邓丽君的歌特别有感觉。觉得长得像邓丽君会有困扰吗？当然没有困扰啊。我说老师，我说不说的又说出来了，现在你们都知道我几岁了。这还给我。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？好大的中国。哇，听过这句话。如果你不喜欢学一个东西，怎么学也学不会。比如我的数学。我发现一般就是文艺比较好的就数学都不咋地哈。是有这个谁学校的？对，真是这样。有些我的数学雰囲気ありましたけど。あとも相手ですよね。あともすいませんで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。谢谢。谢谢。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舞台。谢谢。接下来呢，就是。Where do you think you'd like to live most? I think I prefer Taiwan. 就带给大家另外一首邓丽君小姐的歌，就是《我比较喜欢 Carpenter。好 Carpenter。唱什么好？When I was young, I listened to the radio。崇拜明星的一个群体被叫粉条吗 ？A 粉条 ，B 粉丝，粉条。不错，小明无时无刻在中国古代讲究养生的。日本の秋に合ってる。合ってるよ。日本はね、秋っていうのは一番奥さんが綺麗な時だね。で、月見なんだよ。月見の時にね、お団子いっぱいこう飾ってね、で、あれするわけね。あ、お団子が笑った。在在都与邓丽君极其相似。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，因为动作上吗？会有？没有没有。你从心里说来，你觉得这段词应该怎么表达？应该怎么弄手，还是怎么样？对，这个都是要自然来。如果你模仿，你会很硬。
常常去参加黄梅调的歌唱比赛，现在想起来差不多有二十。我说不说了又说出来了，现在你们都知道我几岁了。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千言万语。我谢谢你，他就是像我亲姐姐一样。谢谢，就是给弟弟妹妹就是树立一个好的榜样，然后他来到这个舞台上唱歌，不只是为他自己。那天他跟我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泰国的朋友说，整个泰国都在看他唱歌，我觉得他的压力太大了。就是谢谢再见透露，由于邓丽君是台湾人，因此她最想唱的是邓丽君的《梅花》，而去台湾演唱则是她终极目标。有没有想要到台湾演唱？因为邓丽君是当然的事情，但我非常希望可以去台湾，因为台湾也很像我的家一样。
我非常喜欢一首歌，是《告诉秘密》，因为我在这边没办法唱《梅花》，所以如果我在台湾唱应该更好一点。